大家好，我是 CSC 中卫张德成。在今年的疫情的情况下，我们仍然会跟大家一起守护台湾，也谢谢大家对中卫的支持。最近我们跟电台有合作了一个单元，叫白袍守护者，是一个关怀医疗界的一个单元。那我也有跟着大家到屏东去采访，然后也学到了很多东西，那也想跟大家一起分享。所以欢迎锁定好家庭联播网，我们空中见。